读 NS NTU SNU 不能进，就 SMP， 但是 SM 太难读了。是人的呢？SM 呢？其他是人的啦。我不要读 Captain 啊 SMP 啊。我比较没兴趣。为什么呢？Translation。 Translation。Translate from Chinese to English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哦。这个模件很难读啊。你要读 SM 啊？ 如果我们发现调查，你做一个假报告的话，和你在你会被送上法庭。那个罗也有跟我讲。对。在跟我讲。你2009年也被打，你被打。不是2009年被打，我那时候很 confused， 不是真的被打，是有些人打，但是2007肯定是被打。你被谁打？Link officer。2007年被Link officer打。 连科到现在，连科到现在，连是什么？从2007年到现在，到现在才落实过。我2007年曾经有投诉去Quality Service Manager，但是他把我的complaint去给judge。你不可以，我们如果你被打，我们没有做东西，因为除非你有什么问题，你的complaint不substantial，我们才，你不可能说2007年被打到现在我们没有做东西，没有可能吗？啊，对不对？啊。 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东西还是什么？2007年到现在没有可能我们做东西。啊，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东西啊？什么 ？No， 没有可能。2007年到2012年哦，你还跟我讲你被打掉。好。明白。啊哈，then 我意思是说，那时候我 complain 去 quality service manager， 但是那个 manager 走去把我 email 我 complain 去给 judge。 我被勉强帮你去考，那是什么理由来的？那时候我是 arrested for vandalism。 then OK。 然后那时候我律师跟我讲，你在 on court 就可以做这种事情，然后就马上 withdraw complaint。 withdraw。then withdraw complaint， 那时候2007年的那个 vandalism case， 因为那是 sentence 啊嘛。 Then 我去 complain 去法庭就 dismiss my case。 我什么事？哦，我没有啊。你被打的事情。啊。你被打的事情，他们没有。我不，那时候我没收到那个法庭，现在我去下去当面对质，我没收到信，叫我打电话问法庭为什么没有收到信，他讲你那您 case dismiss 了。还有个女的。 那为什么2007年之后，2008年、2009年、2010年？
我2008年12月法庭投诉，但是那个法官没有接信给我，叫我去下去跟那个警察当面对质。我们收到信，结果我打电话，我2009年不懂几月哦，打电话问法庭，为什么当时家没有接到信，他说你可以先 dismiss 了，法庭先讲。你打给法庭，法庭跟你讲，你可以去。啊。你这样厉害，打给法庭，法庭哪一个法庭？ 啊，十八年的卡。啊？十八年的卡。我也懂十八年卡，哪一个十八年卡？没的，complain。你直接打什么号？你打什么号码？他们直接跟你讲的嘞。我给号，我个 IC 吗？啊。等一下，这个。 你不要直接去找那个你有一个警察，你不要直接去找他。直接去。我会讲啊，那个BS说咯。我刚才有仇恨咯。有什么仇恨？你年轻有仇恨，连你来这边没有仇恨啊？是不是这样讲？这你我没人得罪我，结果那边得罪我啊，妈呀！人得罪你，连就是说那边有问题啊，没有可能的吗？我不想跟他们讲话。 我听到声音才打报警的。我说我听到声音才打报警的，我吓我一下。你听到声音？听到什么声音？那时候我是想去 patient 吗？啊。等我睡觉时听到声音，有人叫我打电话去报警的，我吓我一下。你有想去 problem？ 啊。人。 你跟我讲07年，你怎么被打？不是，是跟你，是用脚踢我脚。啊？用脚踢你脚？啊。那等啊，怎么说？那个有个女孩子 pass 完路，然后另外一个photographer是，他是拉着我 handcuff 啊，拉着 handcuff 就按着我手那边有疤痕哦，等下再。 那个男的 officer 在我后面哦，我不要坐下来，他我不要坐下来，但是我要站起来，他一直踢我下去。你他们要抓你是不是？啊。OK，他们要抓你。他们用一直喊我坐下来，我不要坐下来，我要站起来。他们所讲的东西我已经 secretly take 了，你要不要那个 copy of the recording？ 嗯，recording。 这个是什么？里面有 recording， 但是我是 recorder咯。我是recorder。你要用电脑？嗯。电脑坏。电脑坏，我不行。Anyway，我跟你讲，我们会做你来警察局关一件事情。就是我跟你讲了很多次，我们已经向你报告，你报告是 under 这个 CIO。 ESP4，我们就用回应。但是你没有回应呢。那你要去找他吗？你一定要找他吗？你要。你可以帮我打电话问他吗？等下给他的 policy，service manager 啦，问他们啦，对不对？我不要跟那个 police 有关。因为你不跟我们，你跟我们讲，我们也是要去找他们，他们也是会一样的东西的。
他们可以跟你讲，可以 pass message 给我吗？没有，我们不可以直接讲，你要直接去找他们的，然后叫发通会跟你讲的。Anyway， 他的 right 这个在哪里？他的 recording 哪一个？ Record什么东西？从我回到那边吗？你们说，我不要，好像他们喊我去到那边坐下来一个，你是不是在里面呀？ 我跟你讲，最好的就是你写信息去SM了，我们你已经有记录在那边了，所以他们会拿出那个 record， 因为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就说不用被举报啦。你要做的话，我可以做 record， 可是我是说的，你这个东西我们不同头不同尾，你懂吗？你这样跟我们讲这个，我们不懂那个 case， 对不对？你跟我们讲，我们怎么懂那个 case？ 你为什么你要去找那个 DSP 那个跟他讲？他没。我刚才有摩擦了。我听到什么东西？在哪里？从头到尾听到完。我没有听到东西。 Recording for what? For 什么？他打你还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东西你跟我讲，我要 look out for 什么？那个警察喊我坐下来，他下来，我不要坐下来，他那个警察他喊我坐下来，我不要坐下来，你可以听到他们有啊，你逼我下去的，我不要下去。人？ 我没有说话，我没有听到。我为什么你要跟我讲？我要从哪里看？我不跟他分两个钟头读，你看那些东西。我没有说话，我没有听到他喊那些的，明白我意思吗？用耳机听吗？说话你要，so what you did your audio， 有看到他打你吗 ？Anyway， 如果我们要 address 你，我们可以 use the record against你。如果你 not compliant， 他们有权利用的 record against你。 啊，这个不是，那个就是一个，你要明白这一点。如果你直接address，他，我们有权用 power 啊 to address。啊，你要明白这一点，这个你 for you for us is not assaulting。啊，我要你明白这一点，不是说你讲他打你就是成立这个事件。啊，明白吗？明白。
啊，明白就好。如果你是讲，因为他们要抓你，他们是不要抓你，当时是不是要抓你？抓你，他们说要 handcuff 你，你不要恐慌是吗？啊，为什么这个有造成 assault？ 那是我。对，所以说他们是不是要 arrest 你？啊 ，arrest 你，你不要 comply 是吗？你可以保证你。OK， 如果你是不是不要 comply？ 你那是你的 brother 是不是？总之，如果你他们我们要抓你，我们有理由抓你，然后我们你不要恐吓，我们用的是最高层面，那个我们不力保护我们是有的啊。你可以 alert 什么东西的话那些啊，你要了我都卖罗金啊，可是那些一个不成你，因为他们在抓你，我们有权利用啊，我们用的是最高层面啊。你要跟我讲我 copy 什么？我现在就算我听到那些哦，没关系啊，你明白？我听到这些 ，no implication 我不听啊。OK OK。啊，你要明白。OK。啊，不是说我们不要跟他说，如果你是讲当时他我说你是因为他们要抓你那些的话，先这个不算的错。OK。啊，如果他们是要 arrest 你，他们抓着那些哦。他们我们 have the right to use force 啊，这个按照我们的 police power 啊，你要说我们要说你这个不造，这个成立不成立啊，对不对？你明白吗？明白啊，是不是这样讲？那是他们你讲他来说你是因为他们要抓你，对不对？这就行了咯，他们不跟他，你说你报警，他们打你吧，不是说你是警定他们打你，对不对？啊，他们要 apprehend 你，要抓你，对不对？对啊，人有什么错？对我们来讲，啊 ，they have the right， 明白吗？我 copy 没有用，说话 I copy， 我听到东西来，听到你喊那些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明白吗？你明白这一点吗？你不知道这个话，你要回，你现在你跟我回去，你打电话报警，说我们没有帮你录取过你，啊，我不懂你会不会这样做了，啊，我不像你啊，说等一下你出去啊，你去别人跟我们开门去不要跟你录取过，明白吗？你坐下、啊，当时事情发生，你被抓什么 ？Vandalism 对吗 ？Vandalism 有 training 的嘞。对不对？好啊。Offense under the law 我们可以骗你。好啊。可是你是女孩子，我们会骗你。所以这 offense 很 serious。好。我们要抓你，你上次你做了什么东西，我不懂。啊，可能当时你精神有问题。嗯。啊，你可能要你 violence 那些，所以我们要 apprehend 要抓你。我怎么有 violence？ 这是你的一面之词吗？对不对？你可以听一下嘛。听什么？你跟我讲听什么？你可以 copy and 你去弄那个人，我丢那个。耳机听，没有必要，因为我没有必要。你听了又怎么样？我能听到什么？我能听到什么？你跟我讲我听到什么？你跟我讲我能。先讲你去找 D S P 收的，你把这些你寄给你的 Q S M 去发掉了。没有，你跟我讲我能听到什么？听什么？你要给我讲一个理由，我能听到什么？我能听到什么能帮你的？那个喊了，他喊，我现在喊吗？有错吗？所以我 root 啦 ，OK 啦，没被我语气大大了。好，这个是不是错？不是，不是啊。你说我这样听这个他喊你，你以我的身份来讲，你是我了，你这样喊我，啊，我有没有错？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现在我听到你。听，我现在听到 officer 喊，又怎么样？明白吗？好像现在你要抓我，啊，你喊你，我不要听你的话，我要抓个你喊我，叫我不要动还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有错吗？有没有错？没有。没有啊？你说如果我听这个能帮你什么？如果你跟我讲有我拿 video 说他看到那个 officer 打你，啊，那个 OK 啦，我们还可以说有帮助。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 concept 吗？啊，所以你跟我讲，你听我听他喊，又怎么样？
以你的角度啦，你是我，像你坐在我的这边，啊，你坐在我的立场，啊，你说你抓一个人，他，你抓他，他抓着。 然后你喊，走路走路，听到了，我听到这个，对不对？嗯，对啊，对吗？也是差不多这样的吗？有帮助吗？你以我的立场来讲，我看我你我给你看这个，你看到什么？你只听他喊，有没有用？对来讲不懂啊，但是对我来讲有帮助咯。OK啦，我对跟你来讲没有帮助了。 对啊，你不明白我跟你解释了啊！我听他喊，喊 don't doesn't mean anything 我们现在澳洲警察去抓人啊，那些他们喊叫他们 stop 那些 ，is acceptable 啊。嗯。啊，我跟你讲啊，你不明白我跟你讲。OK。Yeah, acceptable 了。啊，我觉得他们抓你啊，你自己一天你没有。 没有刷的那些哦，这是你的片面之词啊！他们可能，我不懂，但是你是因为有病还是什么？你不懂，你是 blogger 还是你就是说remember 啊？可能是你拿刀还是什么东西？不懂 ，nobody know。嗯。那你自己忘记还是什么？我不懂。可能当时你很 violent 抓他们要 apprehend 他们才做，还需要 disable 你 ，make you 啊。 就是丢你啦，明白吗？啊，他要他们这样做，啊，这个不造成做什么啊？那些，你明白吗？我这边你明白吗？啊，所以我说你来，如果你跟我你们来讲跟我落，你不讲他打你是因为他们要做你的事情哦。嗯。啊，很难很难stand啊。好，OK。啊，我不需要你，等下你去别的。 station还是什么落取过，我们没有帮你落取过了。我不会。啊？你要落取过，我不会 stop 你了。嗯。啊，可是我现在跟你讲了，你要落取过，我 officer 会落取给你。好。啊，不过哈，没有帮助了。好。啊，我是还劝你，你是要去找那个 Jurong 那个来跟他讲了。Jurong户。 你的刚才那个 DSP 谁？苏建兵啊。啊，你是记得他名字了？我都刚才有。 哎，算了，没有了。啊？没有了。没有什么。我是跟他有仇恨，怎么跟他讲话？他是你的 case 的人。啊，你跟我们讲，你要落实过了，我会叫我去跟你落的。你都在那儿在？是他们在，他在那个这里。我在听到你声音是压着的声音。 我说话，我在听到没有听到什么？是不是更没有 audio？ 有 audio 了，不是没有 audio 了，是没有声音的。Anyway， 没有关系啦。啊，你要落去放，然后我叫我会跟你落的。不过，啊，以你的记录来讲，啊，我先跟你讲先。记录来讲，还是回复出去就弄啊。我们会回复回去就弄。 因为你的旁边是猪肉嘛，你要落去用警，我会帮你落去做，我们也会控制猪肉嘛。啊？为什么你们不可以有自己的凭什么不？这个不是看名字，我们要看 merit of the case。On merit？ 看那个 merit of the case。OK。啊，如果你的立场那些哦，啊，我是觉得你是 discomfort， 对，啊，来落去做，你有记错还是什么？我不懂。 啊，你先，你先出数，你要落去报，我会 stop 你的。不过我跟你讲，我会问那些同事，如果说 no case against 那个 officer 哦，then no case 啊，你们不可能每个抓的，每个我向每个 officer 去抓的人，连那个人来落去报说，我 officer 打我，不用抓人家啦，不是这样讲。不是啊，不是啦，对不对？嗯。你是我，你要抓一个犯人。 啊，如果你抓了他，他诬赖，诬赖你，你打他。什么诬赖？啊，我不是讲你啦，啊，我是讲如果啊，你抓一个坏人，啊，坏人讲你打他，这个就是这个下场就是立场就是这样啦。
OK。啊，你要明白，这个就是一个意思，这样你就是那个被人抓的。说你被人抓了，你不高兴，你落水锅说他打你。嗯。就是意思就是这个啦。OK。明白吗？你要落水锅，我在我回去跟你落水锅了。OK。但是啊，那个我们会秉啊秉公报告，如果没有 OK 的话，我们就是 OK。就是说我来这里 report 是没事啦。啊，你可以这样讲啦，我们会求证啦。你讲他打你 ，OK， 不用紧，我们会求证一下。2007年，嗯，2007年到现在几年了？五年了。啊，你讲2008年，啊，2008年，九年，啊，你 lodge OK 了。你跟我讲现在你现在来 lodge， 那几年做的？OK， 啊，对不对？你可以 get 那个 copy email complaint from quality service manager 吧。啊，我要追到，我可以知道的。啊。啊，不过我跟你讲。啊、你找不到啊？我不是找不到，我找了，我会对你不利了。啊，以我跟你的 SS， 我现在给 SS， 啊，是对你不利了。什么意思？啊、你不用找你要落去过，我会帮你，我会叫我非常帮你。啊，不过到头来。这个 case 能不能成立啊？应该很难的。你要只要 do anything， 你现在有没有做工？没有，读书啊？十几岁？24。哇！你24你就这样做 case？ 啊？啊 ？Vandalism。啊？哇！你做了什么事情？那是十九岁那年的吗？确实是在。管理什么？管理什么？我画屋子。画屋子。啊。啊。画屋子、哦。好玩呐、啊，还是什么？还是定生意。好玩呐、啊，那时候觉得很好玩，就画啦。啊。还有说 ，there is a tag。啊。啊，你看，你自己的。It's still BOA what? Is this what they... What is their action? What is their action? What?所以你讲2007年那13年，你被警察抓火门的离婚的时候，啊，他们要抓你，给你抓个。我没有抓个，是不审进去。不要什么，不要 resist address 啊，不然他们踢要抓你啦。踢我下去哦。踢你下去。啊。你在哪里被抓？在家。啊？在家。
947-1768 这个 report 会 refer to Jurong Police 啊 OK 我的那个调查官先拿先拿了他会再去的那个稍微啊把电稍微我记得你不要接最后也是没有去那边的啦2007年 okay,、2007你要报2007年的啊7月17啊7月17 2007年啊你点记得吗很像啊 about 1 p.m. to 3 p.m. 1 p.m. to 3 p.m. 啊对问你如果真的要回去 Jurong 哦那我觉得这个 report 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你要跟他们的头讲话就他们头才懂他们 officer 做的你一向跟他讲话的最后你可以跟我跟他们讲话吗没有你到最后他们会叫你下去然后问你为什么什么事情发现什么事情发生 Every officer has a direct to get superior 好像他是我老板的老板对不对如果人家complain我就是要跟老板讲话对不对所以在complain the officer 对不对所以要跟 the officer 讲话哦要跟 the officer 讲话哦这个是真的哦，我觉得这个 report 也是没有用的。你要么可以，他在我的水里可能一样哦，一模一样哦。啊，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你要还是不要？不要了。首先，肯定首先，我给你一分钟，肯定走。我等回去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不要好笑。我想哦，小曼妮啊，你是不是小曼妮啊？好，万一的，小曼妮。OK， 你不要紧，你先走先喽。我帮你。OK， 但是还要回去主任，所以我也是没办法。OK， 可以。为了三年。